哦，这个球打在了右外野方向，有没有机会？出去了，两分炮，讲着讲着，柏林他就打出了队史的第二发红不让开季王光之后。第一局就得分了，气势爆棚。这个真的是个平射炮的球员，哦，飞行的速度好快。听看现场的声音，哇，真的非常的惊人。现在成就棒球场涌进相当多的观众朋友。追求又捞起来，魔音的力道真的有够惊人的，又在右外野方向。Oh my goodness！单场双响，而且是连两个打席背靠背开轰。哇，你这一颗球又更夸张了。哦，这是在看他打就觉得他第一角度的进的位置其实打得很好。没想到这一球不打高包是个坏球，竟然让他给捞出去了。哇，这个球被打在右外野方向。哇呀！不会吧？刚刚好就是平飞越过了全垒打墙啊，魔音。这个球，你看他咬中，很扎实，然后球很平，他自己的这个肢体也相当有自信哦。刚好越过，哇！所以魔音的一个打击率还是在上升的，已经来到370。这一棒带起来，在右半边的飞球，来看最后的落点，送了上。哇哦，这个时候打到了观众席最后的一排的位置哦。变速球，一出手就知道这个确信步有了。哦，加特林机关枪都拿出来扫射。不过上场比赛被三振了两次，然后有选出的保送。哇，现场惊呼一声，哇哦，行注目礼啦！中外野方向 ，and score。魔音话都还没讲完，打第一球他就炸裂本季第五轰，先把 solo shot 也帮助抬杠，来到人家的主场第一局，哇，就打下了一分。哇，魔音还蛮擅长打这种低角度的速球。哇，这一棒魔音打中之后不用看了，这颗球飞到哪里去呢？哇，飞出去了！魔音本季的第六发全垒打，低角度的地方。咬中都知道，只是看球在哪里，看这球进来的地方，就是在等你变速球压低角度，这样要去跟魔音对决也会很难投。特别像他今天两分的啊，追求打在了右外野方向，有没有机会呢？应该是飞出去了，轰哇！来看魔音的球哇。再来跟高雄的老姜红茶牛奶一样甜啊！哇，那真的很甜，嗯，就完全设定到这个直球啊，等在这边了，刚好越过全打，而且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挤压。这球捞起来，在右外野方向。出去了，全垒打！魔音在大巨蛋炸裂，连续两天的比赛都有红棒的演出。好，第二膝盖的高度，还是给他捞上。五月份个人的第三发全垒打，所以魔音应该是真的有克服了前段时间的障碍。我现在还是有十分的危机哦。带起来，在右半边的飞球非常的深远，封对，三分炮，魔音这个时候投了一个三分球，哇，这个时候是今年球季的第九轰哦。哦，原来前天打是这样打的，这棒单手就可以打前天打，单手就可以捞出三分炮啊！我的天，哇，魔音这个时候再来一个重伤害啊，加特林机枪。大概在中间，跟就在下面，对，他会挑比较低的位置。这一球打起来，右半边很高很远，飞到哪里去？三分球，过了，魔音炸裂，本届第十轰出现了！哇，这个时候超级高，超级远，降落在右外的观众席上 ，for three。三个炮，5-1，魔音挡住
帅辉的视线的啦，一棒直接把比赛定掉。对，这个真的打得还蛮棒的，完全设定这个球应该攻击。哇，差一点点又要飞出去哦！打者的好机会，一好三坏，出棒，很高很远，拿了一发吗？有了，有 home run！ 太夸张了，太暴力了！魔音再度炸裂，这个时候又是右外野方向的观众席 ，touchdown！ 相当有可看性，再来看一下，哇哦，扫出去。都是这种毫无疑问的全垒打，距离绝对够远。居然回到哪一颗球？连好三坏。这个球右外野方向的高飞球来了，魔音开轰！哇，才说今天台钢还没有全垒打，马上就敲出本季算是第十二号。最后决定走变化球。嗯，哇，这个球打到就知道留不住了。即便打破了，他至少都破坏掉啊！哎呦，这个球捞到了吗？到中外野警戒区，吊起来全垒打，真的是红 o 啊！阳春炮，那最近呢六场比赛的第四支全垒打，最近他的这个状况真的是太恐怖了。进行魔音被摆在第二棒。完全是一个，我还没讲完，这球在右半边，在右外方向，陈晨威往后推，第一球就出棒，送上了右外野的看台。看魔音的这支全垒打，这个如果一般台湾打者应该是切到，嗯，他其实也是切到，但是他力量比较大，仰角又高。以现在这个状况来看，到陈金武右打者可能有一点点顺风。控球在第一局比较不太稳，接下来其实二三两局也蛮顺。这一棒打非常高，非常的远，在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一去不回头。Home run， 这球又是打到哪里去啊 ？Moonshot， 哇，本届的第十五号出炉啊！不啰嗦，这个时候魔影一上场就是炸裂。右外野方向的高飞球，魔音已经把球棒给放下来了。右外野方向的两分炮，魔音马上送上本季的第十六轰，欣赏一下。哇，有点跑到五号位了，非常潇洒的，轻轻的放下球棒。这球打到之后就确信不了，魔音右外野的阳春炮，前面一个挥棒就已经看到他的企图心了。这球稍微高一点，还是被他逮中，本季的第十七号全垒打。那他在今年的攻击哦，哇，看了一下中间方向这个飞球过去喽，黄色的。第二层啊，真的都太甜哦，对，都是台南球，哦，有够甜。我们看一下这些球，哇，那声音之响亮，嗯，就是今年魔音击到咬中整颗的这种球的声音，大概都是这样子。哇哇哇哇哇哇，这一棒不太妙啊！魔音单场的双响炮。哇，看刚刚这个有机会双杀的球，看差的这整个落差差多少哦。嗯，这才是正确的哈。哦，这一棒拉到右外的方向，又高又远，球还在飞，还在飞，二十号出炉，史蒂文·蒙纳，明星赛后的第一发红不浪，这是一发三分弹，不对，海刚一口气是追回了三分。魔音他的 power 就是不一样，对，以中职来说是蛮常出现这种规格外的红不浪，那他是可以，他通常都是，哇哟，好了，留不住了，二十一轰出现了，会出球场吗？好像看这样累计，刚刚正要讲说他现在挑战的是每一个球场他都要有打出场，不是打全垒打，是打出场，打出球场的全垒打，魔音恐怖的地方啊，你被他咬到啊，你就天了。这个扫出去，打中瞬间就知道留不住了。
打出去了，这个球飞啊，看着球真的留不住了，这就是魔音恐怖的地方，连着两天啊都在桃园球场开轰啊，22轰了，哇，那这样杜雷的记录真的有机会哦，要突破就几率就更高了啊。好，是想要用内外的角度来做串联，这个球出手打到了中间方向，郑凯文并没有回的话，因为他知道这个球留不住了，全垒打，两分打点的红不让，魔音在洲际球场炸裂，今年球界第23轰出炉，知道后面的吉吉到追得蛮凶的，要做一点业绩啊。但这个球其实一打出去，郑凯文应该知道不妙，还是要试试看。哦，结果真的是一分吗？哇，魔音炸裂了，到24轰啊！拍谁啊？李超，这个对决还是会有需要分出高下的时候。魔音在6局下替全场的英国迷们让他们嗨起来，今年第24轰，让比数真的变成9-1啊！哇，这一棒在右半边打得非常的高，打得非常的高，Number 25，第25轰，连续两天开轰的是魔音。这个球没话讲，只差球已经开始往下掉了。魔音本来就是攻击低球能力非常好的一位打者，两任的投手接下来也都有远距离三振，总共11记3振，打在了右外方向，刚好过奖了。魔音炸裂，哇，等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啊，在这个打席之前他12场比赛没有开轰，结果就在刚刚的布防最近状况不好之下炸了一发两分炮。其实还有一颗紫叉球，哇，这球被咬中了，被逮中了，所以外野手根本已经放弃了。这是魔音啊，今年赛季第27号的全垒打，是一支两分打点的全垒打，今年的打点数也来到了87分，现在领先的林安可4分打点，哇！而且这个进垒点是魔音喜欢的位置，对，就在腰带下面一点点而已哦。现在面临危机，斯蒂芬·摩亚这一棒有没有机会？有的，400英尺，哦，上去了 ，It's gone， 3分炮，斯蒂芬·摩亚。在没有任何出局情况之下，他大炸裂，本季第28轰。其实三分炮上去之后，28轰继续避逆群众之外，蹲内角高的位置。哎呦，这个球，魔音这球打得相当高，非常深远。魔音你好狠，好狠啊！球打到哪去了？哇，超级大号的全垒打！哇，留下相当印象深刻的一击啊！这个位置其实投得不够高啊，最后7-6球队遭到逆转。这一棒有没有机会是第38的全垒打啦 ？And it's gone, baby. Stephen Moya 在今天10月7号来到台中洲际棒球场，用他擅长的强力拉打，他打出了本季第38全垒打，来台首季，他就演出了30轰的里程碑。